叶思居他叶总的太太，顾少，李总，您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今天就给协议。顾少，恐怕我无法与你签约，今天我要合作的另有其人。 林小姐，这是叶氏集团的总裁夫人吧？她可是我们华国顶尖的设计师。好漂亮！楚玉，顾少，你认错人了，这林小姐，叶氏集团叶总的太太。顾少，又见面了。顾少，原来你们认识啊？这就好办了，我这次要合作的就是林小姐。林小姐。 叶修言呢？怎么没意见？我丈夫只负责医疗的业务，至于设计这一块，由我全权负责。那请林小姐给我解释一下，我顾氏的合作为什么会落到你的头上？顾氏经营不善，亏空已久，还有哪个公司愿意跟顾氏？ 我看看我还有话要说，我先走了。李总，顾总，别着急啊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，顾总？ 今天来的都是有头脸的人，您别失态了。是不是你做的？你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。韩初月，只有你知道这些事情。你想报复我，所以你就要毁了顾家，是不是？顾廷琛，你清醒一点。 这是我丈夫的地盘，不是你顾家。知晓，怎么回事啊？顾总老是把我认成他的太太，威胁我，恐吓。韩初韵，别装了，我看你早就跟他在一起了吧？这就是你假死离开我的理由。狗男人，顾廷琛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我太太也是你能冒犯的。